有人在吗？哇，我的脚，你看，嚯！哎呦，这在边呢，狗狗哎。喂，你们在上面的吗？哇，大家好，我是海底耶。如果你的家一年内淹水淹了两次，而且第二次还要比第一次更加的严重的话，你会怎么办？我妈是崩溃的，我爸还是一样的冷静，然后我呢是非常的压力的，因为当时候淹水的时候呢，我是在 KL， 刚好困在 KL 无法回去，就是参与整个搬运的过程，直到今天呢，我才准备回去看一下我家里的情况，因为刚好今天都退完水了。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照片，看到这个照片呢，其实可以看到我家当时的淹水的那个 water level 是非常高的，看到吗？就是差不多到了那个一楼的状态，就是相比一月水灾呢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。还有第二个，就这个新闻，就在我家的花园发现到一具尸体，就这个新闻就非常的。就还好我家人是没有事情，废话少说，我们马上回去看一下我家的情况。 OK， 这边就是我的花园，我家的花园，然后水都已经退完了。我操，我踩泥啊，踩泥太滑了。哇，你在这边做么？你在这边做么？哎呀，你上去先，去上面。哇，你看我家震到这样高啊，手就代表还没有上到去楼上吧。十栋。哎，给我打扫啊。啊，看这幅画全部都这样子哦，变得。然后这边墙壁就是震到全部都是泥。刚好我这个神台这边的神台是搬上去了，是吧？搬上去了，来得及搬上去。然后这一间房，我妈结婚照。这边哇，全部是这样子，还可以住吗？你觉得 ？Hello， 妈。我也不知道怎样去洗哦。这样，我就看到我就不想动了哦。然后看一下后一房。哇，推不到这个门，里面凉啊！哇，全部都是这样子哦。我妈这次比上次还要更没有力哦，上次还积极一点，现在都不为所思啊！不为所思啊！上去看一下楼上的情况是怎样，全部都是泥，是吧？怎么讲，刚好就是震到这一级吧，好吧，这一级刚好就震到这一级，就多两级的话就上来第二楼了，就跟上次。哇，我的神台在这边，神台完好无损。然后其他的咧，就是这种公仔哦，床啊，餐具啊，枕头啊，跟上次一样咯，全部都搬上来好了。哇，妈穿这个鞋可爱耶。你是穿的鞋啊？我也是穿的，因为只是太滑了，不能够穿那种拖鞋的，会滑倒。让我们现在开始动工，动工。哇，很可爱啊，你们。这个是可以跳。这就是我家孩子，小孩子睡的房间。你想看一下？整间房都是这种泥啊，我们要用几天来清洗完，全部都是泥啊，都干了，干了你更难清理。OK， 然后这边就是震到上面去了，然后哇，这整个网都要换掉了，我觉得。这个房间呢，之前是我买了这个铁架的，所以我做对选择了这铁架。然后可是里面的东西阿妈这么可是上面装的东西都不可以要了，因为我没有想到我这个铁架那么高了，还是到上面去装的东西也没有用，全部都震坏掉了，就那条线哦，看到吗？刚好我们风扇这些都没有坏，
然后这些全部都是铁架上面装的东西，也是烂了。第一次水灾已经烂一轮，第二次水灾再烂一轮，我们则是我们的家东西都已经清完空空了，然后这些窗口还没有洗哦。然后 OK， 这边还有另外一把水枪，厨房应该清得比较快，因为它的墙壁都是这一种砖。Hello， Hello。 OK， 现在已经是五点多了，就是我们从早上打扫到现在已经是几个小时了。然后这边我要吐槽一下，我们刚刚过了水灾，现在我们要做清理，可是呢没有水，就是没有水。然后我现在在厕所里面，我要感受一下我到底可不可以在这个这样肮脏的厕所拍摄，真的是很肮脏。所以我们呢所有的工作就是没有水，我们就无法的进行下去，清理动作全部都要暂停。虽然说现在是没有水啦，可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天的清理进展是非常的快的，因为我们四间房间都已经清理完了。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买了两把水枪，水枪的效率真的是太快太快了。只不过呢它有一个缺点，它的缺点呢就是你的手会很累，然后一直要换人去喷。你想象我们要喷这么多面墙，可是这几个墙就是我们的共同努力下都清理干净了。 OK， 然后这边是客厅哦，客厅的话也是一样，我们先洗好墙壁，墙壁已经是洗好的。然后这面墙是那时候我水灾时候就去油了一面墙，粉红色的嘛，很心痛，因为现在已经都是泥啊。因为我们是要收工了嘛，这些东西就不用收先哦，应该没有人拖了噻，就放在那边，然后手扒肛门哦，手扒肛门就好了吧。然后这些床架这些我们就没有来得及今天完成所有东西，所以哇真的是哦，一年两次这样清理真的是会死人哦。那视频前的你记得按赞订阅分享，拜拜。